こんにちは、皆さん。私はヤギです。Yuhu, 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。现在的时间是英国的凌晨12:30左右，也就是台湾大概早上8:30左右。对，我才刚睡醒，因为我前一天没有什么睡。对，总之今天就是下课回来就直接睡到现在。嗯哼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玩的一款游戏叫做 Lie It， 然后它是有分成三话的样子，对，三部曲，我还蛮喜欢这种有点透明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点进来吧。等一下，移动一下画面。哎，好。这个是我在 Steam 上面买的，它现在有特价，有那个秋季的特卖会，嗯，一点点钱而已吧，对，好像没有超过100块。好，那这一个是以，哎，我要讲什么？对啊，它这个故事的是以什么自人的愿望诞生的龙，并且拥有与之相关的特殊能力。游戏主角呢为一位。生来便能看穿谎言的旅人，旅行的旅，以及一位把谎言当作主食的龙少女，两人作为情报屋，一边在世界各地巡回，一边探求关于自身的真相。嗯，然后这边写的是，这边是 lie 嘛，然后 it， 以谎言为食的龙与朱色的吸血鬼。我其实还蛮少玩这种 RPG 游戏吧，我好像只有玩过《神奇宝贝》，而且是蓝宝石版的，那个是我的表哥，哎、欸，表哥、堂哥、堂哥，爸爸这边是堂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好，因为我们家比较不太一样的是，因为我爸爸不是跟他爸爸姓，是跟他妈妈姓。所以在他的兄弟姐妹之中，就是只有他是一个跟他一个跟妈妈姓而已。所以以前小时候长辈都会教你说要怎么叫人啊，例如说什么哦，这是你来，这是叔叔，叫叔叔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有一次我就问说要怎么分堂兄弟跟表兄弟，他就说哦，很简单啊，不是他是我一个我姑姑吧。还是谁我不知道，总之有一个亲戚就说哦，只要跟你不同姓的人就是表兄弟啦，啊，跟你同姓就是堂啦，这样子。我说哦，可是没有一个人跟我一样姓啊，每个人都是表，是不是？我到很后期之后才发现这个问题，没应该说，我一开始就觉得哦，好吧，可是。在称呼的时候，只会叫哥哥或姐姐，不会故意去说叫堂哥堂姐这样子。对，后来等我再长大点，才发现说，没有人跟我同姓啊。好，总之废话有点多，那我们来开始新游戏。等一下要怎么控制啊 ？Enter 吗？很久很久以前，在某个小街道，曾经居住着吸血鬼的一族。他们以十分温和的性情和人类们和睦的在街上一起生活着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缩小，我看一下我讲话的音量有没有比音乐大声。然而在某天深夜里，温柔的吸血鬼袭击了街上的人类。我不能太大声讲话，因为我隔壁好像已经有跟房东投诉我了，说我也，但是我一开始来的时候太。还压力很大，一直在房间里面发疯的尖叫。对，好，总之，当回神注意到的时候，已经不甚惜了那一名人类的血啊。之后攻击人类的事被其他人类知情了，吸血鬼就被处刑了，被火刑烧死了呢。没得大喜，没得大喜。
吸血鬼是存在的吗？吸血鬼是坏家伙吗？吸血鬼曾经存在着，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。至于是不是坏家伙，爸爸我不知道啊。这名吸血鬼肯定不是以自己的意志攻击人类的，我认为一定不是的。那么时间已经这么晚了呢，差不多该睡觉咯。为什么非得和大家一起睡不可呢？当大家睡着后，大野狼就会过来，所以得把房间的门锁好，早点上床睡觉。看吧，如果这么晚还不睡的话，那就睡不着咯。嗯，晚安。龙少女什么时候出现啊？我最喜欢这种人外的故事了。那还要继续走吗？那爸爸，你有在听吧？你有在听的对吧？哦，好帅呀、啊，好帅呀、啊！吵死了，小不点，我们快到了，所以安静的跟上。我才不是小不点，我是Effie 好了，待会别这样叫我，令人不爽。好过分，因为你每次都用不同的名字嘛。那背我十万拿来，这样的话就背你。八嘎！哦，走路了，走路了。好帅啊！好，我们到了。听着，在这里我是 Leo， 就那样叫我。哎，回答呢？是。好，等一下，上下左右还是好 WASD 不行，所以是用方向键的。要怎么？我超级不会控制的，怎么用啊？空白键吗 ？V， Vermilion 上面写着 Vermilion Town。哎，又上了一课呢。反正你马上就忘记了吧。好，这样不能走。这种也是不是要一直探索啊？可是也没有什么东西的样子。蝴蝶好大一只，好恐怖哦！背面呢？有一块看板。哦、，OK。有一块看板，不会再跟我重复了。好，哦。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哦，我好像还没有办法，我才刚睡醒，没有办法好好控制自己的声音，声音在。小声一点吗？还是应该可以了吧？好，算了，没事。这里好像有情报屋，把上一个小镇得到的情报卖给他。这个小镇好像也有很多情报，那就从这一点着手调查吧。然后再卖情报吗？是啊，待会你的嘴巴闭紧一点。嘿，是，很好。那么首先是住宿的地方。找找这里的居民吧。好，那我们就从一间一间，这是故意先去搜索其他地方。好啦，我们就一间一间来吧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奇怪，为什么你在这里？不好，是狗耳朵吗？那是耳朵吗？好可爱哦！跟你没关系吧？那为什么你也在这里？哦，是认识的人吗？我在让羽毛休息，累死了。等一下，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声音帮你配音啊？我在让羽毛休息，累死了。好像不太对，算了。等一下再去调情报。对了，关于这个小镇的传说，如果你有知道什么的话，可要告诉我哦。那你得要出钱呢。知道了啦。所以是认识的，然后羽毛，所以它是鸟，好可爱哟。没有值得特别注意的东西，
煤油灯，好酷哦！你为什么一个人睡双人床？里面东西塞得乱七八糟的，好不？好可爱哦！这种 RPG 游戏，自神奇宝贝以来，我是第一次玩啊。哦，这边是空房间，没有东西可以收哎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知道这种，我看别人玩的时候都是要这种类型的，都是要每个角落都好好的搜一遍，对不对？才可以捡到一些意想之外的东西，意料之外的东西。也没有人，可是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些柜子。哦，你看吧，呵呵，得到了锯齿刀和小小的马卡龙，马卡龙，马卡龙，马卡龙。马卡龙哦，再来再来再来，里面什么也没有，没有灯也不让我调查了吗？小气鬼！等一下，音乐好像有点大声，我再调小声一点好了。等一下哦，大概这样，好，大概这样好了。虽然我不知道啊，录起来到底会差有什么差别？里面什么也没有。哎，床里面会不会有东西啊？好吧。哎，这感觉应该有东西了吧？什么也没有，好不？哦，那个大间的。我要先去小间的有人了，怎么办？那什么是苹果吗？尖尖的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得到了大骗子与龙的斗气啊！说谎是当龙的开始，获得成就。煤油灯。哎呀，我是哈利。哎，嗯？嗯，是遇过的人是不是？以前的故事中，我是哈利，之前是黑发穿绿色外套的那个啊，花了一点时间才注意到你又改变了呢，整个外表你又改变了整个外表呢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这个帽子，这个好可爱哦，这个披风，这个斗篷，但这左边的疤没变呢，嗯，小孩。等一下再跟你解释，你知道这里的居民在哪里吗？啊，留宿的地方啊，右上角有一间稍微大一点的房子，跟那的人说就行咯。只要那间房子有人住，我想跟他们说一声，应该很容易就能借到。这样啊，谢谢你，我也等一下再过来。拜拜，小朋友，你也是。走吧，如果不想变成麻烦的事的话。嗯，我可以吃你的苹果吗？可以吗？小气鬼。哦，我们先去大房子。哦哦，图书馆。我的菜，我的菜，这是我的菜。我喜欢暹罗猫。他不讲话。好。排列着各式各样的书籍，所以这边是图书馆。嘟嘟嘟，里面有没有藏特别的书？好像其实应该是会发亮，对不对？如果有特别的道具，可是我刚刚就没有。嗯。好吧，都没有。我喜欢。好、啊，有个、啊、先搜索房间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，
好，那我们就去找这个吧。哎呀，你好，我是 Leo， 有一些想要请教的事情。啊，是的，您请说。这个小镇是否有可以投宿的地方呢？我们已自行准备了食物，若可以的话，让我们投宿就足够了。请问是旅行者吗？投宿的地方不是没有。小镇的居民现在只有我和佳美，人口只有二。除了这间房子和图书馆以外，其他的你都可以使用，也不需要付费。好可疑啊。好的，非常谢谢你。不过有几间已经借给了别人了，我想想。我知道了，外面放着白色木箱的房子刚刚才整理过，所以我想马上就能使用。只不过如果你们只待几天，请不要在深夜外出。恕我冒昧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因为有狼出没，会很凶暴的攻击人类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们会小心的。那么有任何的问题，基本上我都在家。啊，忘了自我介绍，我是 Keith Ligufaya。等一下 ，Keith 是男生名字吗？你是男生？我以为是女孩子啊。啊 ，Keith 先生啊，抱歉打扰你了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忙。没什么，那就失陪了。我还帮他配一个这么高亢的声音。他是个大野狼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爸爸才不是旅行者，也不是 Leo， 大骗子。等一下，是爸爸？我是 Leo， 从现在开始，在这个地方，我就是 Leo， 明白了吗，小不点？呀，别凶我，我知道了 ，Leo。很好，那投诉的地方已经决定好了，你就赶紧去情报屋吧。下那边。啊，谎言和真话，真话。攻击耶，战斗模式。好，我们现在这是消谎言，所以如果照我刚刚的一开始的介绍来看的话， Leo 是吃这些小谎言的，然后 Ifina 是龙少女，应该是这样。那我们看一下有什么道具。好，我们有锯齿刀，骗子像呼吸一样的说谎，龙的斗气，哇，马卡龙好吃，大骗子不知道。技能有飞刀跟电击枪，而且为什么我的血不是满的、啊？我们就普通攻击，小缓，好痛！救命！好痛啊！那你有什么技能吗？没有。在拍手的音效，那我们再看技能，我们用要花 SP 飞刀。critical hit， 经验值30点 get， 获得了金币22G。哦，不见了。好，那么我们要去，他是说白色。那边还一只哎，我们先整理好了，乱七八糟。哦，我们要找情报屋是不是？我看一下怎样才可以看到，按哪一个键可以看到列表？啊，有了 ，ESG。好，我们有，我已经几乎。快一半血，完了。装备啊，可以先装备。我们有刀，好，这个攻击比较强，我们换这个好了。然后 weapon 二，哦，大骗子，装饰。
哦，钻石的发夹跟红色长版大衣，我喜欢，我喜欢长版大衣。好，我们这边有小饼干，所以是小小的马卡龙吗？好，然后等一下，我还不太控制，不好意思。那我们换龙的斗气比较强，蓝色洋装，蓝色耳罩，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有变强一点吗？应该吧。我们先存档。好，所以它是可以自由的存档的，很好。好，那我们就狼。所以如果说是真话，他就不会理我哎。所以狼有狼这一点是谎言，小谎。我知道这个是这个小谎言是代表在这个城镇上面的人们在说的谎言，就是 Keith 跟他妹妹说的谎言。可是第一个是什么？沙那北，不知道。我们用只用技能吧，快速快。哦，他没有技能。Ouch！好。30跟22块 ，Ifina 最大等有没有上升一等啊、哦？加了一堆东西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它消失的音效好可爱啊！所以情报屋是哪里啊 ？Hello， 帅哥，可恶，还是卖给村长啊？闪闪发亮的盘子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先翻箱倒柜哈，有糖果。先不要。兔子玩偶。以前这里的居民是相当热闹的城，以前这里有很多居民是相当热闹的城镇。现在的情况如你所见，久久才有客人来访。Kitchen。Rachel， 有糖果，那个糖果好吃吗？好吃，我最喜欢吃糖果了。Kiss， 我家妈哦，那个歪了，厚重的书籍，看来 Kiss 很喜欢读书呢。书籍过不去，各式各样的书，小物品，大量的书籍。等一下，话稍微歪斜了，我不能摆正吗？好，我们找妹妹聊天，妹妹叫 Rachel， 对不对？哦，好多娃娃哦，这是什么？那一坨兔子娃娃，里面放满了折边类的衣服。折边类是什么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能和别人说话。好。这个毛团都没有反应哎，这种时候是要怎样找出不一样的那一只，对不对？好，没事，那我们就这是什么钥匙那么大一把，你唬我啊？厨房，哇，那个餐具好帅，好大，蜡烛，那我们可以煮东西吗？闪闪发亮，稍微湿湿的，放着调味料等等。锁住了，好像是装饰品。说，难道这一家他们就是狼人吗？他们就是供奉着狼人一族的？
这整座小镇连晚上啊都是红色的哟。我记得父亲说过，那就是证明的由来。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。我的妹妹 Rachel 她十分害羞，不太喜欢说话，个性很文静。身为哥哥，有点担心她的将来。好，我们这边有讲到妹妹了，我们现在找妹妹，看会不会出现不一样的对话。好吧，没有。情报误会在哪里呢？这边都找过了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我迷路了，我卡关了。所以我现在要干嘛？这旁边也不能走啊！我现在要干嘛？找情报屋。可是我刚去过啦，每一个房间都没有人啊。哦，是你。回到房间了吗？是啊，那么赶快开始吧。嗯，也是呢，我期待很久了。哦，你就是情报屋哦。哼哼哼。那么青鸟真的存在吗？是啊，虽然我抓不到，不过这样就行了吧。啊、哦，你也把真的羽毛给带来了，光是这个和那个情报就十分足够了，这是你的报酬。喂，哦，不是，不是他。喂，我听说你之前得到龙蛋是真的吗？啊，那件事啊，就是这家伙。嘿，嗯。从蛋里孵出来了，我至今还搞不清楚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喂，咦，这样可不行哦，要对女孩子温柔一点呢。嗯，就像这样，好可爱哦呀！哎呦，被打了、哦。那么这孩子是什么样的龙？雷？变形虫？那才不是龙。吃谎言，它的主食是谎言。你会喷一点火，亲眼看比较快。哦，为什么刚不会喷火呢？那小不点，我是 Effie 酱。其实呢，我和这家伙是兄妹哦。屁呀、啊，骗人的吧？没错，骗你的。哦哦，接下来呢？物理攻击啊！我已经先打过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照顺序。那我们用不是很想要浪费 SP 耶、欸、啊！哦，彗星一级耶、欸，获得了一样嘛，30点跟22G，上升了，学会了小小的谎言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呢、啊。我从来没有听说过，甚至亲眼看过那种龙呢。啊，是啊，连你也不知道吗？总而言之，就是这样了。今天已经走累了。OK， 可以的话，我用高价跟你买这孩子，才不要嘞。这小鬼是非卖品，不过如果是关于他的情报，倒是能卖你。真贪心呢。话说，你为什么要选这种小镇作为交易的地方？来这里的交通十分不方便，而且我不认为情报有那个价值。所以呀、啊，如果吸血鬼传说是真的话，那是一笔可观的收获，对吧？吸血鬼什么的是童话吧？我倒是觉得龙的存在才像是童话故事呢。虽然我听说他们的血脉在很久以前就断绝了，不过我的想法绝对是对的。根据什么？我的直觉。妈，要是有需要我提供的情报，我会尽我的所能给你哦。当然是要收费啊。哇，这对兄妹哦，不是兄妹。嗯。知道了，再见。哼哼哼，
以谎言为主食的龙吗？真有趣。好，我可以拿那个吗？艾梅的果实。你会把龙卖出去吗？啊，妈，龙很稀有，身体也很强壮，卖掉的话会以相当高价的金额成交，主要是当奴隶，主要是当奴隶，这不是幻想奇幻想文学里面的最强物种吗？居然是当奴隶，奴隶，麻烦死了！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调查吧，我还有调查的工作要做，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去玩。对了，别出小镇哦，也别去奇怪的地方，还有就是点心。哇，太棒了！所以现在剩我一个，好，先存档，存档。对，前面没有什么字分开的关系吧？好吧，剩我一个了。所以你在跟刚刚的女人在一起吗？没有哎，那我们来先跟她讲话。嗯，你很没有精神呢，我肚子饿了。啊，那么给你饼干吧。不过。要跟我玩个游戏，赢了才给你哦。游戏，这里有一颗球，来猜猜看，我把球放到哪一个手里了？わかりました。じゃあ始まるよ。嘿，嘿，哈，哪只手？好啦，被你识破了，大姐姐你好狡猾。但至少比跟你一起的家伙还要好很多吧。嗯，诚实的孩子，来奖励给你，下次再玩吧。哎呀，那家伙不在啊，那么我稍微摸一下。不要。好了，那这一要去图书馆对不对？哦，他在那里调查呢。好啦，我们调查的事情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好了。嗯，已经完了差不多了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们这一集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有任何的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我是天使幽灵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